好，今天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的问题啦。那因为近期大家都要换手机嘛，或者是有时候你要帮长辈去这个手机要怎么去备份呢？大家不知道。那今天这一集就是快速教各位哦。那即使备份的话，就是你在这个iPhone 的设定里面，你去点它，点设定，点了以后呢，你去点这个，你这边有一个 Apple 的账号、iCloud 和其他的内容，哦，点进去。点了以后呢，这是你的资讯嘛，哈，那这个是我资讯呢，我会用马赛克弄起来。然后你就是往下滑的时候，你这边会看到一个 iCloud 哈，那 iCloud 呢，你就把它点下去。那这边呢会看到你 iCloud 的一些资讯，你再继续往下滑，哦，你在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iCloud 的备份，哦，那你就点下去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就会看到这边。未连接 WiFi 使用行动网路备份到 iCloud 的什么行动数据方案，就是说你可以用 WiFi 或者是你用行动数据去备份，那我们都可以啊。我现在是用 WiFi 哦，那你就按立即备份，然后他会跟你讲说上次成功备份是什么时候。他其实有时候系统会自动备份，但是我建议你就是自己再按嘛，立即备份，那他就这样子就备份了。然后到底备份好不好呢？你们就是在自己看这个时间在这边跑。那通常有时候我都不理他啦，他自动就会跑完去做你自己的事情。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呢，你就是跳出去手机了。那如果今天你换了手机以后，你就是已经做好了备份，你两只手机靠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自动会两台手机，自动会帮你去转移资料啊。所以这个你就至少会学会这个备份，以后你就在买新手机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去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备份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